TT， 然后按一下。金紫色的。嗯。后来是。那这个时候就血压了。好，血完压以后，抢体就要一个特写了，把那个平板换去。要不要把这个杆做短一点？然后抽泡呢？抽泡怎么抽？然后就开始按这个。这样。表这里要不要弄个特写？